你们见过早上东北这是冬天4:30的天吗？就这样天还黑呢，雀黑雀黑一片。我们今天那个昨天嘛，昨天然后说那个今天上山杀猪，今天上山杀猪，然后弄两片猪下来。走大姑，哎呦我天哪，这公鸡这玩意啥都看不清了，这公鸡都叫了，公鸡叫这证明该起床了。哦，拿这个点啊。这锅里还有雪呢，一会儿化了就变水了，雪不要紧。哎呦，咋样感觉？我感觉快要过年了呢。我感觉一杀猪就能扔根底下了，马上就要过年了。你看那边有一个跟咱家一样的压水井，是吗？嗯的。那房子赶上冰箱了，冰箱都硬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水井比咱压水井好用，是吧？感觉压的特别轻松。叔，你不整个棉袄啥的给它整上吗？嗯，一样冻哈。今天是我大姑父主刀。从什么就业了？嗯。嗯。那个外头锅不盖，啥时候能那个啥呀？啥时候能开呀？对呀、啊。狗，我没吃的，还急眼嘞，一天天的。你快出来吧，一会儿他们把你吃了。你看他们都把你围上了。他觉得我那个啥，他可能觉得我手里有吃的。你好。应该大点。铁皮，终于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好白菜多少猪拱了。你是白菜啊？嗯呐，猪拱人真的是不是盖的？我以为我带吃的，我后边带折了呢。没擦干啥当了？你看拉倒了。哎，媳妇儿，你觉不觉得这小猴特别有情调？有啥情调啊？这样儿，特别有情调。怎么的？你现在改烧火了呗？在家烧火，出来也得烧，不能把老本行丢了。人还没到齐。看来我们是来早了。早上我们也晚点来了。对。现在是差一个收拾猪，就是收拾猪内脏的人还没有来，然后抬猪的人还没有来。抬猪是个体力活。我一直以为就一到一个人干所有工序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原来他们是分工的，就这个人可能是嘎猪，然后下个人是烫猪，然后这刮毛，然后再解剖。抬猪好像得人挺多，抬猪至少得4个，对，4-5个吧。对，太沉了那个猪，它还挣扎。你像200多斤大胖子，你想想。我们进猪用的刀是啥呀？来，给先刮刮胡子再说。这雨衣啊，水叉都穿好了。一会儿就等着抓猪。我大姑父的装备挺全。这绳是干啥的，大姑父？捆猪，猪蹄儿，啊，头上那个系杆子行。抓猪了！哎呀，拴了就不愿意出来啊！
来最后一个，来大姑我进去。哦，这玩意儿套腿啊，我以为是套脖子呢。老实点，哎，累死我了，可不好弄了哈。你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杀猪要杀一上午了吧？我觉得抓住就得抓一上午。有劲。准备挂毛。我以为这个水是让猪进去呢。不是，烫一下，你进去不烫死了吗？咱们水温不能太高，也不能太低。啊，这样它就毛就那啥。对，这样毛就七八十度就行，是吧，大姑父？啊？大姑父没听见。没工夫搭理我。整个进去。这个水有点多少度啊？看看啊，全八九十度，不是七八十度。差不多，你要是高了。它皮就烫死了，毛下不来。我以为它得进去打个滚，然后再捞出来。我大姑现在整个人被包裹在烟雾之中。对，这特别好弄。对，拿那个刮板一刮，行了，你。我来帮忙干活来了。你是帮忙捣乱来了。把它上面那层皮也得刮掉，是不是大姑？再烫一下吧。它不只是要刮毛，它还要刮这层黑的。对，整个给刮掉。来，你不能把这个皮烫死，一烫死就完了。找着了，在哪呢？在那个就是案子里。可以给我一个，我试一下吗？哈哈哈哈哈！看看脑袋，看看媳妇儿，别整身上，还挺好玩的。我觉得还挺好玩的。而且我跟你说啊，就是现杀的活猪，就羊也是，就是它那些东西啊，比较好刮，就新鲜的羊肚啊，和冻的羊肚啊，冻的羊肚就不好刮，猪也是。这个还挺好刮的，刮它就下，一刮它就下来了。对。